诸位同学，大家早。今天有没有？有，好像这个地方有一份。这是今天的吧？上官。念出来，是不是？念出来，我们就直接念出来。哎，是，哎，对，今天好。阿弥陀佛，感恩师父上人指正，感恩义工菩萨代为转承。弟子上官汇报的主题：法藏比丘圆满做到菩提为因，大悲为根，方便为究竟，建立极乐世界。第一，菩提为因，表现为法藏比丘高才勇哲，心量广大，心真愿切。师父上人在《无量寿经科注》第29集中开示到菩提为因，现在讲就是学生要有悟性。法藏比丘作为是自在王佛的学生，悟性最高。法藏比丘初意是自在王佛所，即以寄诵赞叹佛德，秉承愿心，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冤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是自在王佛了知法藏比丘愿心真切，急于印证。人有至心精进，求道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然而为了急速实施普度众生的本愿，法藏比丘恳请佛力加持，是自在王佛即为广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这就是佛因材施教，学生有感，老师有应。因此因地上法藏比丘就殊胜于佛的其他一切诸大弟子，就如同六祖慧能初见五祖时禀告老师他来做佛，什么样的因心悟性就感应什么样的果觉。第二，大悲为根，表现为法藏比丘以同体大悲心，愿一切罪苦众生即速成佛道。法藏比丘在测试十方诸佛刹土之景况后，以同体大悲心，用五劫时间精勤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造起无上殊胜大愿，成就庄严清净佛土，随即向是自在王佛禀告，佛欢喜赞叹，令法藏比丘向一切大众宣说。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普地六种震动，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由其可见弥陀悲心无尽，大愿造起，乃是法界一大事因缘，普令九法界众生平等成佛，实在是最上不可思议之佛事。大安法师言，弥陀在因地以不可思议悲智自开他立国教门，其净土行从国起修，真正实现了极速祈愿，极速满愿，速成净土，速成佛道，速度众生的初衷。第三，方便为究竟，表现为法藏比丘身要极灭，
住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笃，和十念必生。法藏比丘给一切众生示现的是圆满成就佛笃后，依旧一向专制，启示众生一切法的成就都贵在专一，因此应当如师父上人经常教导我们的那样，断恶修善都不放在心上，心上只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净宗法门以阿弥陀佛名号果决作为众生修持之因心，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之所以如此殊胜，追根溯源都是弥陀无尽的大悲心，悯念十方苦难众生，令速离苦海，速成佛道的大心大愿所致。因此弥陀愿心功德不可思议，佛号功德不可思议，才能成就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乃至十念必生的真实利益。大愿之王阿弥陀佛圆满地做到了菩提为因，大悲为根，方便为究竟。弥陀弟子要有圆满的信心与之相应，定能成此生成就清净佛果。第四，张家大师的一句看得破放得下，也就是菩提为因，大悲为根，方便为究竟。师父上人初见张家大师时，就请教他老人家，佛法当中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人很快契入？这一句经典的提问，就如同法藏比丘因地上的极高的悟性一样，大概张家活佛一生也没有遇到初次见面就提出这样直指成佛之道的提问，因此沉默半小时后方解答，看得破放得下。这一句从初发心到如来地都必须修习的根本方法，此处也正如释自在王佛在闻听法藏比丘提问后给他示现一切诸佛刹土功德庄严一样，看得破放得下，这句话就是张家大师给师父上人示现出成佛之路，而从布施入手正是方便就是究竟，让后人看到了只有放下自私自利，一切为众生，才是入佛门的基本条件，也是最上妙诀。中观法藏比丘和释自在王佛、师父上人和张家活佛，都是在给我们表演佛法建立的依据，佛道成就的方法，其功德和悲心海莫难书，同修们自当珍惜备至才是。以上是惭愧弟子上观的汇报，顶礼感恩师父上人及诸位同修大德。一个一个的来啊！啊，对，是，要不然就都搞忘掉了，是不是？啊，上官同学的提问，也是经上很重要的几句话啊，这些话
确实是一针见血，在佛法里头是最上乘。菩提为因，菩提是觉，反面就是迷，迷是六道的因，觉是成佛的因。啊，都是从自性上说的。所以大乘经上常说，我们也常常提醒自己，提醒同学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他就成佛了。啊，见得清楚，见得明了，见得透彻，没起心动念。这是谁见？是自信见。啊，那凡夫呢？见色闻声，就起心动念。起心动念不是自信见，为什么？起心动念是阿赖耶，就是八识见。啊，八识里面眼识见是真的，为什么呢？没起心动念，眼见叫照见。麻烦的是第六识跟着见，你看眼见色，立刻把这个见传给第六识，第六识的见分见，第六识的见分是分别，那他就分别传到第七识，第七识的见分是执着，分别执着是六七识，阿赖耶是中立的，阿赖耶执是资料库，啊，把这些资料存在阿赖耶的种子里头，作为档案，啊，它不会消失。什么时候提出来都可以。啊，我们为什么会记得过去？过去那个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头，这一次再见呢，把那个种子提出来，很对，啊，没错，是这个人，是这桩事情。这些统统叫情见，因为阿赖耶是虚妄。阿赖耶里面种子也不是真的。啊，佛教导我们放弃阿赖耶的情见，用信见，啊，自信的本能，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叫佛见，啊，叫信见。这就成佛了，所以凡夫成佛一念之间呢，只要能把这个东西转过来就行了。啊，如果修行人不知道这个道理，
要想成就难了，太难了。修炼一辈子都是情劫，都是造六道轮回业，他怎么能脱离六道轮回？六祖教慧民，不思善，不思恶。这两句话什么意思？放下万缘。为什么要放下？假的，它障碍你见性。只要你能放下万缘，你的自信就现前，你就明心见性。经上讲的那么清楚，我一提大家全知道。佛告诉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这要记住。眼见、耳闻、鼻嗅、舌尝、身触、意知，这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碍事啊，前五根对五尘色声香味触叫了别，为什么？它没有分别啊，像照相机一样。我们现在用古人用镜子，镜子照见，镜子有没有分别？没有，完全没分别，照得清清楚楚的。可是第六意识接受了前五识的相分，起分别。即第七识收到他这个信息，起执着，分别执着是六七识，所以转识成智，六七因上转，八五，八叫第八识，五是前五识，果上转，他因上转不了，他是果上转。果是什么？六气转了，它自然就转了。六气要不转，它转不动。这个讲得太清楚了，太明白了。什么人做到了？我在这里给同学们说，来福寺的海贤法师做到了。你去看，细细看这个光碟，他老人家处世待人久，收电费的欺负他，把这个数字改了。他一听说这个单子跟上个月比，为什么差这么多？小庙里头没有用得太过分了。这个收电费的人打他两耳光，吐他一脸唾沫，他乖乖的把钱拿出来照付。别人看到很不平，想找他来理论，那我说不用计较了，学佛的人量要大。他打我了，就当作给我瘙痒吧，吐我一脸水，
帮助我洗脸吧。啊，不要计较，息事宁人。啊，这是智慧关照啊！为什么不要计较？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是什么呢？真的是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是真的，自心见，见什么？见本性，见诸法实相。啊，起心动念呢，见的是诸法妄相，不是真相。真相你没见到。啊，真相是实相无相。实相无不相，无不相还是无相，所以他的心永远是清净的，他的心永远不动。啊，六祖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叫自信本定。啊，永远守住自性本定，定生慧。啊，他心里面起来的是智慧，啊，般若智慧，不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凡夫见色闻声，肯定生妄想分别执着。大乘经上这些话说的太多了，我们读几本书之后别的记不住，这几句话记得太清楚。为什么？变数多，啊，记住什么？记住要兑现啊，这就叫心。你记住了，不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这就是有信有解，没有信，后面当然没有证。一句阿弥陀佛，海贤老和尚念了92年，往生了，欲知时至，啊，走得自然，走得自在，不需要人助念。生前有同参道友告诉他，你往生的时候我们大家给你助念，他说不必，助念并不很可靠，啊，他要很自然的往生，像他母亲一样，啊，跟大家说一声我走了，真的是走，多潇洒，多自在！啊，怎么走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他走了。我们能想象得到啊。啊，母亲生这样一个儿子，92年一句佛号不中断，他能不往生吗？他不念佛，他也能往生啊。
活在世间这么长久，我深深相信那个寿命是阿弥陀佛把它延长的。啊，为什么？请他表法。啊，表法就是弘法利生。啊，让许许多多人看到他一生的行迹，对念佛法门生起信心，生起愿心，他就度无量众生。不需要讲经说法，度无量众生。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对下莲居老居士的回忆本产生怀疑，啊，掀起波浪，啊，反对的音声、行动、文字，前所未有。啊，自古至今的没有这样盛况，影响面没有这一次这么大。要不是有坚定信心，很难不被动摇。啊，对于这桩事情，我们非常感动，赞叹弘林法师，他很清楚，他很明白，这十几年收集许许多多的资料。证明反对这个本子是误会。啊，是错误的。他有一篇幻注问答，为这桩事情做出详细的解释。啊，如果有疑问，大家可以看这篇问答就明白了。啊，我是过去有很多反对的文字啊，寄到我这边来了，我没有看，我全部把它放在韦陀菩萨的座下，而这个事情不是我的事情，韦陀菩萨的事情，所以所有资料来了我都送在韦陀菩萨座下，压在下面没动过。啊，我没有时间看，我也不需要看。啊，让韦陀菩萨去处理。啊，这是我向来做的这桩事情。啊，我不跟人辩驳。别人回报我，要是有文字，我也送给地藏菩萨，送给韦陀菩萨。啊，这两个菩萨了，他们管这个事情。
那我们得读经、念佛、分享，不能因这些事情而中断，不能因这些事情而起妄想、分别、执着，那我们就上大当了。啊，我们的功夫被人破坏了。啊，他送到我这来，我如如不动。我们自己功夫完全没有被破坏。啊，这些事情有佛菩萨、护法神去处理，我们边都不沾。啊，我们对于这些毁谤的人，我们每天念佛讲经，多把功德回向给他们。啊，我给他们立长生牌位。为什么？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回头，他们都是未来佛。啊，经上常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他们都有份。啊，并不在这个外，在这个之外。啊，只是他们迷惑比我更深，比我更严重。啊，所以我绝对不会怪罪他们。啊，我绝对不会批评他们。他批评我一万句，我一句都不会批评他。啊，我要有一万句的，我为什么不念一万句佛号？这个道理要懂啊！如何保护自己的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是真心的。是自信的，这个太重要了。下莲宫会集，把这个会集在经题上，这个经题是会集的，清净平等觉就是汉译。啊，大乘无量寿庄严是宋译的，你看这两个经体合在一起圆满了。啊，大乘是智慧，无量寿是德，庄严是相好。啊，智慧的相嘛，这果，果从哪里来的？清净平等觉里头现的。清净平等觉是因，大乘无量寿庄严是果，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修因克果，这个可不能忘记啊。可不能动摇啊！啊，我们要学老实人，学听话的人，学真干的人的真干，啊，不受外面干扰。啊，他的声音再大，我没听见。啊，他的文字再多，我没看见。这就是海贤老和尚的功夫，眼只看佛菩萨。耳只听佛号，啊，其他的没听见。啊，我们的方向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目标清净阿弥陀佛，
可不能搞错了，念念不舍，念念没有走出岔路啊。啊，念念在正道上，啊，往生成佛的大道，法藏比丘做了一个示范。世尊为我们说出来啊，海贤老和尚在近代把法藏比丘这个示范在他一生行仪当中做出来给我们看，他们两个人法藏比丘海贤比丘，他们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境缘当中实现的精神完全相同，形象当然有差别，啊，都做到了究竟圆满啊，把菩提为因做出来了，把大悲为根也做出来了，把方便为究竟也做出来了。我们要会看，要会听，啊，要懂得它的意义，我们得受用。啊，增长了我们的信心、愿心。啊，我们不走六道轮回的路子，越往之前走西方极乐世界的道路。这就对了。啊，世间一切法不要放在心上，不要去计较啊，息事宁人，别人做他的事情，如果我受他的干扰，往生极乐世界就靠不住了。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本事就是能放得下啊，真能放得下，你自然会看破。看破是什么？看出事实真相。啊，看破也不要说。啊，有人问观机。他真正能体会，真正能改过，要跟他说。如果他不能，不能就不必说。啊，老师这一句佛号就是回答你了，最圆满的回答，啊，也是最究竟的回答。啊，阿弥陀佛。
这个上官同学的体会也有相当的深度啊，他看出张家大师这一句话，看得破放得下，就是菩提为因，大悲为根，方便为究竟，这很难得啊！真正懂这句话的人，无论什么样的境遇，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不会受到干扰啊，都不会受到动摇，心里头老老实实这句佛号绵绵密密，不会中断啊，真正的善知识，言语简单，没那么啰嗦啊，真的受用。还有哪一位？刘素云。好。刘素云老师的心得报告。感恩来佛三圣为我表法，科注学习班心得体会之一。感恩师父上人慈悲，告诉我们要把海贤老和尚的光碟当作无量寿经一样看待，每天看三遍，一年看一千遍，如能连看三年，必定往生。尊师教诲，三月下旬从香港回哈尔滨后，我一直在跟听师父上人第四次宣讲大经科注和科注学习班的课程。除此之外，每天看海贤老和尚往生光碟3至5遍，每看一遍都有不同的感受，但有一条是共同的，那就是感恩之心越来越强烈。我深深感恩来佛三圣为我表法，救度我这个生死凡夫离苦得乐。我深知来佛三圣只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化身和代表，有无量无边的诸佛菩萨就在我们身边，时时刻刻都没有离开过，只是我们凡肉眼凡胎不认识而已，因为我们迷而不觉啊。来佛三圣不是普通凡夫，他们都是住四无碍华严境界的法身大士，是为救度末法众生来到娑婆世界。西方三圣来娑婆，隋唐示现三十佛，金现金刚不坏体，度化众生离苦厄。来佛三圣一生的行持和无量寿经完全相应，这是为什么？这叫做佛佛道同。来佛三圣念佛自在往生，实在了不起，这是不可思议的成就。他们是末法时期念佛人的榜样，他们是我学习的好榜样，他们这一生没有白来。来佛三圣所示现的念佛成佛，是一切众生都能做得到的，没有什么高深神秘之处。如果众生做不到，就失去了表法的意义。
这告诉我们一个既浅显又深刻的道理，那就是大道至简，无助就是生心，生心就是无助，生心无助是一不是二，这是法身菩萨的境界，这就是佛法，这就是世间法，佛法与世间法是一不是二。就拿来佛三圣来说吧，念佛是无助，干活是生心，干活是无助，念佛是生心，放下是无助，无条件地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就是生心，这叫随缘妙用。成就佛道，和地位和财富和名气和知识毫无关系，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戒定慧有关系，和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有关系，和看破放下有关系，和信愿行三资粮是否具足有关系。眼前不就是实证吗？穷乡僻壤一小庙，小庙里面有真道，海贤海庆两高僧，小庙里面成大道，吃的是苦，穿的是补，心里是乐，因为有悟。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知，他是在为我表法。在这一点上，师父上人他老人家已经为我们在做样子。他老人家说，他是在为我表法，不再有怀疑了，信心十足，念念相应，念念即佛。老人家说，我来提倡，我来带头，发愿一部经，一部注解，一句佛号念到底，讲到底，其他的通通放下，不再搞了，其他的经教也不再碰了。师父上人对海贤老和尚佩服得五体投地，给他顶礼。师父他老人家在做什么？他是在给我们做样子啊。有人说，海贤老和尚的往生光碟不就是让念阿弥陀佛吗？用得着看那么多遍吗？好好悟一悟吧。是的，是让念阿弥陀佛，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你念了吗？你老实念了吗？我时时在提醒自己，好好向来佛三圣学习，好好向师父老人家学习。海贤老和尚一生没有讲过经，没有说过法，没有做过经忏佛事佛事，他是身体力行，用身教来传承圣教，弘扬佛法。师父上人说，圣教不能传承，这个地球就是地狱，谁来传承圣教？再来人。什么是再来人？无我的人是再来人，圣教靠这些人来承传，来佛三圣就是承传圣教的再来人。什么是正法？念阿弥陀佛是正法，天天劝人念阿弥陀佛就是弘扬正法。无量寿经汇集本是净土第一经，是教人一生成佛的真经。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是净土第一解，真实可信。净空老法师学释迦佛，走释迦路，
十几年来依这部经，这部注解，一句佛号教导众生，这条路是正确的，没有走错。师父上人对来佛三圣给予极高的评价，这是恰如其分的，有根有据的，是不容置疑的。我们生于乱世，又逢乱年，饮苦食毒，苦不堪言，我们是不幸的。我们得到了人生，闻到了佛法，尤其是闻到了净土法门，又遇恩师净空老法师，又有这么多佛菩萨为我们表法，这又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要珍惜这大好机缘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参加科助学习班才刚刚开始，有些问题的认识还不深不透，这个心得体会也是粗浅的，我愿意抛砖引玉，说说我的心得体会，供同修们参考借鉴，错误之处恳请批评指正。弟子刘素云顶礼。2014年4月14日。刘素云同学的心得体会，大家都听到了啊，这是一个真正修念佛求往生的人，他所体会到的。我们相信诚如他所说的，一定还有很多体会到深处的人啊，还没有提出他的分享啊。我们希望啊，分享的人越多，给大众带来的信心就越坚定啊。净宗成就的条件就是欧耶大师讲的心愿心啊，而心是第一关，没有心愿心都有问题，心太难了。十方诸佛都说这个法门难信之法啊，难信能信，你才知道这个人的善根多厚啊，福德有多大啊，不是大善根大福德怎么可能接受啊。我跟诸位同学都是老老实实的报告，我学佛入门是学哲学，不是学佛啊，对佛对宗教我都不能接受啊。那个时候我26岁啊，不年轻了啊，成见很深的，很不容易叫我相信一个宗教。
啊，我跟方老师学哲学，没想到啊，他给我讲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居然是佛经哲学，我非常讶异。我向老师提出我的疑问，而宗教是迷信，特别是佛教，佛教是多神教啊，多神教在宗教里面属于低级宗教，它怎么会有哲学？啊，方老师告诉我，你年轻不知道啊。他给我简单介绍，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没听说过。啊，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从来没听说过。啊，他给我讲这些，啊，我对他非常尊敬，啊，他不会骗我。啊，我教我，他教我，是开特别课程，啊，不是在学校里，学生就我一个，没有第二个人。啊，讲堂是他家里面的小客厅，啊，每一个星期天。上午9:30到11:30，啊，是我上课的时间。我也没有交一分钱的学费，他怎么会骗我？啊，这个课程学完了。我接受了佛法，啊，老师又告诉我，很正常地告诉我，现在的佛法不在寺庙，不是在哪里，在经典。他跟我说，200年前。寺院甘堂这里面的修行人确实有德行有学问啊，他们真干了 啊现在他们不干啊，寺庙都变成观光旅游的景点啊，里面有藏经，没有人去读啊，没有人去研究了啊，所以提醒我，真的想学佛经哲学、高等哲学，从经典。啊，方老师有几次提到佛教是哲学，
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无神论，佛教是共产党，在他的全集里头都有。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僧团里面行的就是共产主义。啊，利和同君呐，六和敬呐，啊，见和同解。这就是今天所讲的建立共识。啊，有共同的认知，结合同修，生活同住，口合无争，意合同愿，啊，欢喜。最后一条，利合同君，这就是共产。啊，没有私人财产。啊，受方的供养。叫常住，叫个常住，啊，没有私人的，啊，你有需要你就去取，没有需要都归常住保管，啊，最早实行共产主义是僧团。啊，传到中国之后也是如此。啊，所以叫设方常住。这个寺庙里的财产，谁有份呢？只要是出家人，他就有份。那为什么别人的供养是供养三宝的？没有说供养某个法师，是供养三宝。啊，所以。每一个出家人都有份啊！啊，《地藏经》上讲切道，啊，切道常住无，啊，就是寺庙里面一些财物，啊，是供养出家人，啊，天下出家人，只要出家人他都有份，不管在不在这个庙里的。不但如此。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的出家人通有份，不在我们地球人他也有份啊，所以偷窃常住无的罪特重。为什么呢？债主太多了，你还不清呢，你要还到哪一辈子啊？偷一个人的常住财物，一个财主债主啊，你将他还他一个人，好还呐、啊！啊，如果偷窃这一个县的财物，这个县财物从哪来？纳税人所缴。啊，是供养这个县的公共设施的。你要是把它偷盗了，将来这一县里的所有的纳税人都是你的债主，冤亲债主可麻烦了。如果偷窃国家的财产，那个麻烦更大了。啊，中国有13亿人口。这13亿人都是你的债主，你敢干吗？不敢了。你要真正明了因果报应，后果不堪设想，怎么敢做这个事情？啊，所以佛家的戒律，第一重戒不杀生。第二条就是不偷盗，偷盗债还不清。啊，现在人敢做敢为，
不相信因果，以为这些话都是骗人的，都是假的。啊，到哪一天你知道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后悔就莫及了。啊，所以我们学这个学佛，学佛人知道感恩啊，在这个乱世，哪一个人不苦？哪一个人不受灾难？啊，我这一生跟诸位说，没有受到苦，没有受到灾难。为什么？老师一句话把我点醒了，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不是有财富，不是有地位，与这些毫不相关。啊，最高的享受是什么？平安啊。平是心平啊。安是身安啊。心平身就安了。啊，怎么平的？放下。张家大师教。啊，放下就平了，看破就安了。平安是福啊，平安是幸福啊。啊，一生做到了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你们所要的我都不要，我所要的你们也不要。我要的是每一天有时间读经，每一天有时间跟大家分享，别的都不要。啊，这个事情你们以为很苦啊，吃喝玩乐都没有了，我看那个很苦。我读经，读古圣先贤的书，现代人写的东西我不看，我喜欢看古人。为什么？古人心地善良，心地清净，现在人心浮气躁啊，那么他说出来的话，写出来的文章，都带着心浮气躁的味道，这味道不好啊，不看不受他影响。现在到晚年就一步进下莲居老居士的无量寿经会几本，啊，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我读的就这一本，跟大家分享也就是这一本。啊，每一次分享的境界都不一样，这里都有落啊。常常有误处啊，遍遍不一样啊，这里的就有路了啊，这种路像孔子所说的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习是把它做到，学的都要变成生活，变成工作，变成处事待人接物，乐在其中。那这个乐是从内心里头流出来的，喜悦不是外面的刺激，外面所有的刺激不接受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不接受啊，但是与大众接触有威仪，守戒律啊，不是威仪，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啊，学佛皆大欢喜这个重要啊！啊，越深入越欢喜。佛法通自性啊，自性里面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无量的欢喜，不是从外来的啊！怎么去开法？自性是无尽的宝藏啊！用什么去开法？我们今天得到一个秘诀，最简单的方法。心愿持名，用这个开发自信，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有份，只要你肯干，只要你真放下，不再受外缘干扰了，自己能做得了主了，这个喜悦你就得到了啊！喜悦坚定信心，喜悦帮助我们成长啊，给我们的动力，无止境的动力。啊，细心观察，周边有很多好榜样。啊，我们永远不会孤单。德不孤，必有邻。啊，人在世间一定要做一个好人，好人的标准在儒释道，真正想学，我觉得最困难的还是放下，真不容易 啊！真想成就，古人的话，金玉良言；真诚的话，恭敬的话，一门深入，长时学究。啊，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刘素云同学刚才告诉我们，啊，
他将海贤法师的光碟每一天看三遍到五遍，他一直看下来，每一遍都不一样，遍遍都有受用。我把它当作无量寿经的总结来学习啊，无量寿经读完跟总结，你要认识它，你才会欢喜它，你才会认真向他学习啊，他决定能帮助你天天提升境界，天天给你发喜。还有没有？是开觉法师提问：尊敬的师父上人您好，一，师父在上次讲科注时有提到，看看哪位同学发心把印祖文钞中所有的因果开示解要出来拿给您老人家看看，弟子请一些居士发心解要了部分，还需要认真长期校对，请问师父此事有必要再继续进行下去吗？二，这些年国内外往生了不少出家在家大德，上海学佛小组发心想整理现代往生传，弘化社出的净土圣贤录直到1949年及近代往生传，待问此事如何进行，书成时想祈请师父上人封面题字，感恩师父上人，感恩护法菩萨，弟子是开觉顶礼三拜。这桩事情很重要，古德也常说，我们自己也有很深的体会，伦理道德的教育是劝人羞于做恶，不好意思做坏事情啊，做坏事情对不起良心，现在人良心没有了，伦理道德都不相信，这是古代帝王封建时代愚民政策啊，吓唬人的。啊，那么因果教育起很大的作用啊，让我们想到古时候对于广大的群众怎么教，教什么啊，这是帝王过界领导啊，神仙是过界领导他们的大事情啊，古人聪明，用三个应题设施就把社会摆平了啊，第一个祠堂，祠堂叫孝啊，啊每一年春
春秋两次祭祀，清明跟冬至，一年两次提醒，好，一次不够会忘掉了，时间不能拖太长，三次太多了，叫人生烦了，两次。这两次的祭祀让我们回想祖宗之德，不敢忘记。提醒祖宗的教诲。肯定你家里头有家训，有家规。在你家谱里头。祠堂是民间每一个家的家庙，供养他历代祖先的。这个社会的家规，大概祭祀的时候都采取一段两段，念一念给大家听听。提醒大家了，不要忘记。家规里面共同的家规，每一家没有例外的，那就是《弟子规》。《弟子规》是共同的家规。里面只设了普通一般的113桩事情。除这个之外，每一家有自己的家规。跟别人不共的，因为行业不相同，有人家世世代代做官，有人家世世代代是教学的，有人家世代是经商的，是务农的，所以他家规不一样。但是共同一个期望，就是希望家里的人世世代代都要做好人，都懂得付出，贡献给社会，都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是希望自己的后代世世代代都有人才出来，贡献给社会，荣宗耀祖，光大门楣，都有这个愿望。所以祭祀祖先，连久远的老祖宗都不忘，老祖宗教训不忘，当然对眼前的父母，祖父母一定会尽孝道，孝道靠这个维系，孝子受到社会的表扬，大孝国家表扬，国家给你立牌坊那是荣耀那么第二个是孔庙，孔庙代表尊师重道，诸位要晓得，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就是孝敬两个字。孝是用父母做代表，孝的对象，然后把孝敬父母这个孝敬对待一切众生，一切跟我父母年龄差不多的。
啊，敬呢是以老师做代表，把对老师那种尊敬，尊敬一切尊长的人，啊，年长的人，尊重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他有道啊，他读圣贤书啊，跟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学的科技啊，不是圣贤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城隍庙啊，城隍庙是属于道家的，中国儒释道三家的啊，佛教呢跟儒家合并了，是提倡教育的，佛陀的教育啊，儒以后是孔孟的教育啊，城隍庙代表因果教育啊，他把善恶报应用模型把它做出来，城隍庙里头十王殿啊，十殿阎王，到这里面去看造什么样的业呢，他受什么样的果报真实人心啊，让人看到什么不敢做坏事，特别是从小父母带着你到城隍庙烧香，那是教育，把他的儿女从阎王殿走一遍，父母讲给家里听，从小心里就种下这个根，长大之后要做坏事，他马上想到阎王殿，就不敢做了，所以圣贤教育、道德教育，教人修于作恶；因果教育，佛教里头有啊，但是佛教没有像道教那么突出啊，佛教还是从伦理、道德、因果啊，科学、哲学这一方面深入啊，他入得更深啊，真正想成佛、成菩萨，啊，这是儒释道三教啊，三种教育。教化这一块大地几千年沉积浊浊 主要几个朝代都出现过盛世，太平盛世啊，最近满清入主中国，康熙、雍正、乾隆，差不多将近150年，太平盛世啊，这150年国泰民安了，人民真正享受到幸福啊，所以这些很重要。
啊，往生传，现代往生传，近代往生传都可以去采访，啊，把这些事实说清楚，真人真事，有时间有地点，啊，还有人给你作证，非常好的读啊，应当流通啊！啊，善恶果报也很多，报纸上所登，媒体上所传的，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啊，这是现前的果报，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提醒现代人。啊，我们看到制造皮草的过程，就是杀这些动物剥皮，活生生的剥皮。那为什么那个皮值钱？你要把它杀死，那个皮就有伤害，而价钱就低了。啊，剥皮下来时候，那个皮值钱，一点伤害都没有。可是剥皮那个样子，你看那是活的地狱啊！地狱在哪里？你看那个，那就是地狱。你要看到那个样子，你还忍心穿这个皮衣服？啊，自然不敢了。啊，有多少喜欢穿皮衣服、偷时髦的人，看到这个凄惨画面之后，再不敢穿这个衣服了。啊，如果懂得因果报应的人。所以现在人常讲冤亲债主啊，你吃他的肉，你穿他的皮，他能甘心吗？不甘心，他就围绕在你身边。啊，学佛的人知道，我们念佛诵经超度他，啊，我们所修的功德，修行的功德跟他分享，啊，回向给他。怨恨轻的，他离开你了，他走了。啊，也如果对你有深仇大恨，他不愿意离开你，他总是想报复，这个事情麻烦。啊，有同学问我，我们起心动念是不是谁都知道？大概他看江本博士的实验，真的不是假的。不但谁知道啊，所有物质现象都知道。你无处遁形，
你起心动念，啊，在这个房子里头，这房子里头坐一板凳都知道，为什么是物质？所有物质现象都有见闻觉知，而且都有受想行识。佛家讲的无蕴，无蕴是什么？无蕴是基本物质，物质的最小的单位。啊，最小的单位，今天科学称为微中子。啊，微中子有多大？科学家告诉我，是电子的100亿倍。一个微中子就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啊，100亿个微中子聚集起来，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我们肉眼看不见。那么所有物质现象都是它组成的。啊，大到星球，小我们人的一个细胞，啊，或者是一个原子，都是它组成的。金刚经上叫一合相，合就是组合。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同样这个基本物质组合的。这个组合最小的这个物质现象叫佛家叫无蕴，色受想行识。那么换句话说，他统统会看，统统会听，我们起心动念他全知道，你怎么能瞒人？瞒不住啊，不是四知啊，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是啊，无所不知啊。啊，哪里是四知堂啊，应该叫全知堂。没有不知道的。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害个人，人被我害了，害死了，他都不知道，哎，他活的时候不知道，他死了全知道。啊，所以他会找你报仇。人不能有害人之心，人不能有偏邪的心，啊，不能有作恶的念头。啊，为什么？那是伤害自己。我常说啊，害人的人伤害自己是7分，被害的对方顶多3分，他受害3分，自己受害7分，不值得。那别人伤害我，原谅他，我原谅他，天理不会原谅他。我原谅他说，我不去报复他。但是因果是天理啊，啊，所以说自然的法则，他逃不过。啊，他要受到自然法则的。啊，学佛才真正把这些事实真相搞透、搞清楚、搞明白。啊，不透不行的。啊，那在世间所有一切学说里头，只有佛法搞透了。透是什么？
明心见性，得透了。不走明心见性这个路子，你没有毕业，你没学完了。到明心见性，这就学完了。佛家呢叫成佛了，明心见性就叫成佛，成佛这就圆满。对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法的真相全明白了，真的明白了，假的也明白了。假的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真假通通搞明白，通通搞清楚，这是佛学，这是佛法。然后你才晓得佛法的教育才是真正究竟圆满的教育。上面没有了，所以它叫无上正等正觉。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人人都应该学，人人都应该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都应当拿到这个地位，这才对。阿罗汉是佛法小学毕业，全教菩萨是佛法中学毕业，化身大士是佛法大学毕业。等觉在提升，这是佛法究竟圆满的果位，妙觉如来，再没有上的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它，它是教育，它不是宗教。你想不想拿到这个学位？拿到这个学位是正常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说明这个佛学位你是可以拿得到的，因为你本来是佛。只要你肯学，如果你要是真正懂得净土法门，这事情不难，一生可以成就。如果你要不相信，下联句汇集本是假的，你不相信它没有关系，你可以不读这部经。阿弥陀佛是不是真的？这是真的，那就行了。有信有愿，一句阿弥陀佛念上92年就成佛了，这个你总放心了吧。所有的经都不要念，海鲜老和尚不认识字，什么经也没念过，什么经也没听过，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成功了。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一句南无地藏王菩萨，
只要专心，一生念一句，不要念两句，个个都能成菩萨，个个都能成佛，你信不信？怎么个念法？要学老和尚，心里真的只有这一句佛号，口里有这一句佛号，其他的全没有，通通放下了，就对了。啊，你走的是无上的捷径，直路，一点弯都不拐。啊，通通放下。来佛寺的三位大德现身说法，表演给我们看，男女老少，个个能修，个个能成，那例子太多太多了。啊，希望我们认真继续。啊，近代往生传里头，越近越好，有时间有地点，啊，收集起来，真正能帮助人。启发信心，坚定愿心，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好，还有啊，云南大士哥提问。学生有两个问题向师父上人求教。一，忤逆十恶十念成就都可以待业往生，盗取寺院常住物可不可以往生？二，信众可不可以向居士顶礼？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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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是忤逆十恶，念佛往生，宋朝盈科是最好的例子。真正忏悔，后不再造，一心向佛，连生年寿命都不要了，他真走了。那忤逆十恶是无间地狱罪业，只要肯回头，啊，真正回头，佛没有妄言。啊，为什么？再重的罪业，真正忏悔，业障都消除了。他是真心。所有罪业是从妄心里头生的，啊，用真心忏悔，这就是谚语所谓的“邪不胜正”，正念太可贵了，啊，所以无始劫以来的罪业。都可以铲除，啊，为什么？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阿赖耶变现，从真心发出来时，阿赖耶的造业罪业就消除了，就没有了。
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懂，坚定信心。啊，听佛，听经上的话，但是忏悔之后不能再造，如果再造，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很多人造的罪业忏除不掉？他没有用真心。啊，忏完之后，他的恶念还继续起来。道理在此地。啊，下面是。啊，第二个问题是：信众可不可以向居士顶礼？可以。我在台中，李炳南是老居士，那是我没出家，我拜老师，对老师不能不顶礼。啊，这在中国过去，学生对老师都是要礼拜的。啊，那么还有，真正是大德居士，你比如杨仁山老居士当年在的时候，就有出家法师向他老人家顶礼。啊，人家问的时候，那是法身菩萨再来的。啊，维摩居士当年在世，佛的弟子目犍连舍利弗。啊，这些人见到维摩居士都顶礼三拜，右绕三匝，跟见佛没两样。所以佛法是师道，师道老师提的。那你出家，他是你老师，你要不要拜他？要。佛在世，这个榜样就留下来。尊师重道，不能说我一出家啊，你是菩萨再来的，我已经出家了，我不拜你，没有这个道理。啊，还有要现场发言的澳洲净宗学院。请说。五权法师听不到。五权听不到。五圣五权。听不到声音。对不起，我们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听不到声音。参加无量寿经班的学习已经有一个月了，对于师父上人常讲的真诚在此做一个粗浅的汇报。两年前一次，母亲去到一位学佛的朋友家做客，那位佛友就请母亲帮看看他家的佛堂是不是庄严，摆设是不是如法。回来以后，母亲就对我说，学佛不是看佛堂有多庄严，不是看表面的摆设，这个不重要，学佛是修心，修这颗心，你对别人用的是什么心？真诚是我们对别人应该具有的态度，要以一颗真诚心对人，也就是对人要实在，不搞虚的假的。在净土大经科注参考资料中，对真诚是这样解释的。唯识论二曰，真为真实，显非虚妄。真就是真实明显而不虚，
不讲。三藏法术里说，诚实也，诚就是诚实实在的意思，所以说真诚就是对人实实在在，实心实意，不虚假。那么学生又应该如何落实呢？第一，反省自己，尽量降低自己的欲望，将自私自利降温，由于自己的利益而用妄心对待他人，所以我减轻一分，对他人的真诚就增加一分。第二，多为别人想，多替别人做，常存一颗慈悲的心。第三，学生在澳洲晋东学院学习服务6年来，面对参学的同修，会时时提醒自己，对人要真诚，而且天天听师父讲经，天天警醒自己，要存一颗真诚的心。此外，曾国藩先生说，一念不生是谓成，一念不生的时候就做到了成。我们对别人之所以不能做到真诚，是被自己强大的业力自私自利所牵引，而做出违反性格的事情。真诚是我们性格中本来具有的，但是现在却被烦恼业力所遮覆，不能显现。自私自利的念头是妄念，如果一念不生，就没有了自私自利，我们的真诚自然而然就会显露出来。我们如果通过听经明理，放下欲望自私自利，再加上读经念佛，使心住在经文里，佛号中，住在定中，也可以达到一念不生。这样性德中的真诚就会显露出来。由此可见，通过读经念佛将妄念打掉，自然而然就能做到真诚。这是定共戒，一种极其巧妙的方法，而实现很难达到的目标。弟子刘露的汇报完毕，恳请师父上人慈悲指正教导。阿弥陀佛。好，念佛人经上教导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发菩提心就是真诚，菩提心的体是真诚。啊，菩提心的自受用是清净平等觉，他受用是慈悲。啊，所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总的来讲，用真诚两个字就代表了。啊，对自己清净平等觉非常重要。要想做到清净平等觉，净宗的殊胜的方便，就是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除阿弥陀佛之外，
所有的妄想杂念通通清除，把它清出去啊，让清净心里头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只有阿弥陀佛就对了啊。这样子从清净慢慢就达到平等啊，清净到基础就平等了，清净平等就开悟了，觉就是开悟啊，也就是古人所讲的其义自见啊，你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真相就现前了啊，诸法实相预见到了啊，这就是真诚心，有体有用，有自受用，有他受用，对待一切众生像佛菩萨一样一片慈悲啊，你自己一定会做出最好的榜样给别人看啊，这个最好的榜样就是还原观上的四德啊，你自然会流露出来啊，所以用真心好啊，不要用妄心，用真心念念是阿弥陀佛啊，别人呢跟你谈话，你阿弥陀佛停下来，很恭敬地听别人说话，听完之后你就生智慧，你就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之后恢复到清净心，恢复到平等心，恢复心中的一尊阿弥陀佛啊，除佛之外没有第二念，这是念佛人的真诚心。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向师父上人问讯。